节乡农会创会100周年推出系列庆祝活动，109年3月1日举办护农感恩祈福法会。新乡沙番殷勤奋斗，仰望圣主温馨所刻，温柔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我和各乡农会会温昌良，业务丰盛，合境地主家家平安，户户清泰，心不生忐忑之情。设立在五节乡农会广场前的法坛，恭迎五节乡内各村重要公庙所供奉的主神登坛就坐。仪式首先由理事长谢习勤、常务监事赖传家、总干事李林清邀请神尊圣驾降临会场。三乡乡，一乡啊，咱要来感谢上苍、龙上帝顶，甲五吉良三各砖头30间宫庙的主神啊，同齐来咱这个法坛，咱为着感恩因过去对咱的农民。对农会的这个所有保庇，大家拢会当平安。所以咱为着感恩这100周年这个时间呢，咱来办理这个法会来祈福。是咱今仔办理的活动最主要用意。吉安县五吉乡农会创会100周年，护农感恩祈福法会，行团拜礼，典礼开始。拜班就位。30尊来自各村公庙主神也接受各界朝拜，由农会理事长担任主祭官，县长林姿妙以及五节乡长沈德茂、常务监事、总干事担任陪祭官，县内农产单位以及辅导机构代表、农会选聘代表以及会员和职员将近300人共同参与叩答天恩团拜仪式。团拜程序庄严隆重，全程由中华三清道教会、中华道教玄天上帝弘道协会以及乡内公庙协助指导，参与大众以虔诚的心敬拜天地，透过五节乡农会举办的护农祈福法会，庇佑和敬平安。县长林姿妙感谢五节乡农会以感恩祈福方式庆祝创会100周年，邀请神尊保佑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让全县农民都感受到五节乡农会的祝福。祈求呢，当讲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当五谷丰收，而且呢，咱这个疫情呢，会当呢，赶快呢，扫除哈，当个解除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哈，咱五吉农会在咱这三巨头的用心打拼，会当让这个祈求发挥呢，办到非常的成功哈。五吉乡所有的咱这个庙、经庙啊，的神明拢甲请来这祈福，安尼大家保庇平安，也会当五谷来丰收，安尼继续顺利落安尼。这是真好，真好。
表大家啊身体健康，啊家庭美满幸福。非常感谢所有的参与。吴杰乡农会护农感恩祈福法会，除了三线团拜大礼之外，也跪诵许多经文，包括三观感应妙经、五谷神农大地真经、福德正神劝化真经、天妃灵验妙经，让乡内乡亲都能够感受到如沐经文之中，感应神佛庇佑。中央无边金光普照大地尊，天降高上帝。三大灵尊神，天上扬的地上扬，再上扬，三上扬。下午更举行六道施食普济寒林普渡仪式，邀请农家、农会代表、职员共享盛举。祭品丰盛，邀天佛地神与十方信众来领，祈求神人和顺，名扬两地。在经典普照与万众同心同感神恩威仪下，这场庆祝五节乡农会百周年纪念的祈福法会顺利圆满，为百岁致庆带来和乐祥和。